106学年度富邦人寿大专篮球联赛开赛记者会嘉宾与球员合影。前排左起，富邦人寿经营企划处副总经理刘炳华，教育部体育署学校体育组副组长蔡忠义，大专院校体育总会会长江汉生，左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荣通，富邦人寿公关广宣部部长陈姿英， FOX 体育台副总经理张志平，图富邦人寿大专篮球联赛提供分享。106学年度富邦人寿大专篮球联赛将于后天于一手大学开打，今年 UBA 以 Reach the Top 为主题，期许球员在场上有 TOP 的表现。决赛将于明年3月24至25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，而这也是 UBA 31年来首度攻蛋，再创赛事高峰。大专体总会长江汉生表示， UBA 大专篮球联赛为国内孕育许多优秀球员，在富邦人寿益助企业资源下，透过推广活动提升校园学子一般民众对 UBA 赛事关注度。明年决赛 UBA 将首次安排在小巨蛋，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目光，期盼球员与观众们都能持续关注赛事。长期关心国内篮坛的富邦人寿自去年起冠名赞助本项赛事，并在赛事行销、球赛转播、攻守数据系统等都投入诸多心血，更考量球员的未来发展性，设立富邦人寿 UBA 英语检定奖学金，勉励球员们增进英语能力，让课业与球技都能够 reach the top。富邦人寿大吴江总督导蔡成儒表示， UBA 为国内篮坛相当重要的一环，从球员本身到各式行销活动都是我们关心的环节，我们希望能与大专体总共同提升整体赛事环境，逐步建立属于台湾的 UBA 篮球文化。